说到米苏的礼物是一个银茶壶，这是用一张银子打成的，壶的样子是紫砂壶的经典款，外面特意用腐蚀纹做旧处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纯银的小茶壶，现在就用这个新壶冲一壶茶，慢慢品味一下老友的关爱吧。据说喝银壶的水对身体有益。